这个游戏是 Steam 上的，有点像贝克论类型的游戏，它叫游泳池。我看有人说这个游戏没有怪物啊，是那种纯气氛 game，所以这是一个逛街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我现在就开始逛街了，心灵祥和的逛逛六个章节，就坐在这边。那个简介说不会有怪物追你，也不会跳你的脸之类的，自己感受体验这样子。过不去了。我怎么在抖啊？不害怕黑暗的成就？我刚好就听到奇怪声音嘞。可是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，鬼拉脚，刚刚是尿在游泳池里面了吧？声音开大一点，这声音已经够大了吧？我走路的时候地上还会湿湿的。越黑的地方，我就越要去。你们说这个是地图哦？我可以不要看吗？不过我想要快速的过章节，我到底是该怎么办？哎呀，那边有很大的声音，多大声？跟土拨鼠一样哦。总觉得应该有一条路可以往前通啊，不要转这边啊。刚是往上是不是？对吗？这个能进去吗？我有个问题，就是主角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啊？贝克顿。这张迷宫成分比较重，其他就没那么多哦。一开始就给你个迷宫，让你不想玩游戏这样。但是这个迷宫能不能放后面一点啊？主角不知道为什么来，吃饭的时候突然就掉进来了这样。刚从这边上来的、啊，欸、不对，有楼梯哎、欸，楼梯怎么给我收走了？怎么办啊？有东西在跟我作对。这边是正确的路吗？我觉得这个往下跳，我应该会要重来，因为我挂了之类的。我可以不要浪费时间吗？这跳下去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吧？这应该是拿个成就之类的。游戏中你如果翘了，它就是直接帮你倒带啊，这么棒！上去吗？哇，这水太深了吧！我是有听到后面好像有另外的水的声音啊，不过这感觉是自己吓自己。
除非他像之前那个游泳游戏说后面突然冒出一个东西的头这样。怎么下去啊？有酒吧卡在这边哦。我真的想下去看看欸，但是他有些关卡是没办法动的。哪里啊？哇，这太……哦哦，楼梯。丫丫，丫丫没走过吗？嗯，岔路太多了。可以上楼梯了吗？我希望我往下看的时候，看到水中会有什么东西在游，那应该会吓死。哎，这个吧。新的地方，这感觉就一定要下去嘛？你不下去应该是过不了关了。是，下去吧。呜呼！每次去那个游乐园、水上游乐园之类的，如果坐这种滑水道，我都会很害怕飞出去。你们会不会这样子觉得？而且有确实有飞出去的案例过，总觉得好像很不安全。好，这个就是让你录一下而已，其实可以从上面直接下来啊。是一定有怪声的，游戏大概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让你不安呢、啊，大概就这样，没有怪物的恐怖游戏这样。哇，这边好多分岔路啊！它是用场景建构气氛，然后让你觉得惊恐。就比如说你在这种奇怪的地方，你敢走吗？你看着画面，你不会觉得每一步都好像压力很大这样吗？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走就觉得精神压力累积了这样。这游戏如果要可以带 VR 玩的话，应该会吓死。叫我去那边欸，不要，我要跟他一起下去。这个要到第二章了。第一关比较麻烦，是因为是迷宫啊。到第二章就应该还好了。哇！
那边可以跳哎、欸，要不要跳？这跳了会帮我回溯一下吗？还不跳了，妈的，我要走了。什么？哇！要在这边跳？我还没有后悔过。哎！啊！我不是传送到下个地方，我怎么趴姿了？啊！我醒了，我醒了。我从上面下来了啦，高空坠落也是一个恐惧啊，确实啊，没有问题啊。这个也是迷宫吗？第二关开始不是迷宫了吧？不要闹了吧，每一关都迷宫啊。做梦梦到坠落的时候，我都会着地然后醒来这样子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游戏会不会太大声了、啊？这个水声跟走路声音。三角跟圆形，直走看看。游戏其实会有一些地方会翘辫子的。形三角怎么每次都有啊？下去，有。东西啊！啊！这里是没有路的、哦。哇！我以为可以。蹲，角色不会蹲欸。到底是不是往这边啊？我想要尽快的逃出这里，但是每次一转头就有三条不一样的路。
往这边是正确的吗？我是不是回来了？好像是哦，我从山脚回来了。刚刚我是直走嘛，这是走圆圈，应该有一条路是对的。只是三角里面的某一条路是对的。好，路下去哦，尽量啊。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鬼的游戏啊！我要跟你们讲几次啊！如果硬要说有没有鬼的话，我跟你们说有。聊天室里面都是穷鬼。哦，我是不是来过？从某个角度看，对啊，这是哪里啊？黑暗中的细雨。哎，哇！你说今天反正往下走就对了。这什么东西？哦，鸭鸭啦！哇！往后面走还是往柜子这边走啊？柜子吗？柜子还路哎、欸！你们对这边有没有印象啊？下去吗？欸、可以走哎、欸，走。我没几分钟就是终点，那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点钱长什么样子啊？大概描述一下，比如说有什么大红色的水管啊，还是绿色水管啊，这样子啊。这边是正确的路啊，多久啊？
上面好像可以冲滑水道，然后下来，然后再爬上来这样。那坐滑水道好像没什么好玩的东西，就不要再坐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就是滑好玩的而已啦。游泳圈哦、喔，前往下一关。这游戏整个全部都是游泳池啊。You， 我的名字叫 Mario。镜头效果其实做得很不错哎、欸，真的。这会不会那个啊？还是还好啊？你是被骂的哟！泳池为什么都贴这种瓷砖啊？搞不懂。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水族馆里面生态箱这样啊，里面能不能出现一些生物啊、鱼啊之类的啊？你看它这个效果，如果什么东西在游，我会非常高兴，因为非常的恐怖。可惜没有东西哎、欸，只有游泳圈而已。游泳圈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们每个人一低头都有好几圈游泳圈，看自己的就好了啊。哇，好热哦，当温暖室。怎么那么多间啊？马桶，不能上啊，不能互动。场景非常的宏大。要选哪一个啊？应该可以先看一下吧？还是说其实都差不多啊？已经都可以看到出口了呢。哦、我、啊、算了、啊，像个大人一样慢慢走楼梯下去，不要在那边玩滑水道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没有路啊、哦！被现实骗了。啊，这边这个好短哦！哎，开心了没？高兴了没？路吗？
等下应该要坐这一条过去。要，我看这边是什么。会打开看到东西，没有东西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这是什么空虚的地方啊？啊！滑进垃圾车，回到你们的归属。走不动了啦，这个水都到胸口了，还不游泳的吗？哪条路啊？一定是这条。哎，我下不去。我记得我之前去游泳的时候都不用戴泳帽，然后不知道是从什么年代开始，就规定说一定要戴泳帽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有些人头真的很脏吧。十几年前就有了，所以我是几岁？我十二岁是不是啦？我讲的以前是哪个以前，你知道吗？走不动。超难走的。日剧时代。啊，这个要滑一下吧。等一下啊，这可以，这个应该可以直接顺墙而上啊。以前好像玩过什么游戏有这个特效吗？像这样，像这样。哎、欸，自觉错乱。哇哟！啊，好晕啊！我到了。站起来继续走。我旁边怎么有脚步声？谁呀？接下来的世界已经变成奇怪的次元了。这是第几章啊？第三章。哦，我刚刚是在捡摄影机哦，我都忘记了。我的便秘好严重啊，怎么办？看医生都没有用，而且最近又是血便，肚子又痛的，该不会大肠癌了吧？呵呵呵，你看那个家伙欠我钱不还，报应。这都是用那个人像而已，不要人像。也看不见。
恐惧症。都有一个空格啊。哪有人啊？我没看到。不信。我突然发觉一件事情啊，为什么三温暖旁边的墙壁都是这种木质的？好黑哦。看得见路啊。木头箱。在哪里啊？啊？我到下一关了。这是什么通道啊？我好像把墙壁撞破了。什么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不到十秒就过关。我有看到线索，木头墙壁有看到墙缝的光线，我就往那边走。不是什么。什么运气不运气的？这个人，哎，这个是哪里啦？啊，你看到前面有光了没？我刚刚就是看到这个东西，所以在三温暖里面往那边走，好不好？这边有一条路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大条路啊？这个左或右哪一个是对的？游戏场景的奇异感其实是很多的，但是走路模拟器嘛，没有太多可以琢磨的。散步，也太高了吧。去啊！哎、欸，这不能上去哦，还是另外一边？啊！骗我！该不会又要玩滑水道吧？门也不能进去。什么？黑暗灵魂的神秘墙。这个下去之后应该是不对的，我要应该走神秘墙才对。
不用丢怪物来追人什么的，真的，他就只是要把奇怪的东西放在某些地方给你观赏，这样就好了。生物类的、啊。我看到这个建模这样子，我感觉好像在玩 V 大师的游戏，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子。没有路了。第四章要结束了吗？看一大堆艺术雕像，下去对不对？我知道。第五章，谢谢。怎么办？我希望走路能够加快五倍。上传影片之后 ，YouTube 自己就有那个加速按钮可以按了，不用我键吧？你们该不会不知道播放器可以按加速吧？那个选择的也太多了吧？哇！东西都好像在发亮一样啊！走路的时候，前面有条路。ICO 什么古城什么的，两条都是一样的嘛。ICU 不都一样的路啊，一定通来这边的。
突然发觉一件事情哦，我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好像是在让人家某个恐怖游戏建模建好之后，故事人物什么都还没有放进去的一些场景。小白鼠，有没有惧高症？故意走到那个边边角角，快掉下去这样子，看到心惊胆跳的。这是哪里呀、啊？哇，我到路了。还过不去哦！有点晕呢。那我踢。有一条路可以下去。哦，现在又回到贝克顿了、欸。这第五章了、欸，代表说下一章已经是最后了。他大量采用了颠倒世界的技术。出来啊！不敢是不是？我也看不到他、啊。在这里放一只轻轨，可以，很适合。可是你轻轨走路要慢啊，不能走太快，然后完完全全变成烂游戏。就走哪一个都一样嘛，反正就是要下去了。那我要这样，男人不溜滑水道，没事，看到没？旁边全部都是楼梯耶、欸。没有个黄色好像是正确的哦。
我希望下面有东西浮起来。好像都不是正确的。哎，我怎么走到洞里了？啊？还有陷阱？就是在潜水时候的恐惧感，看不到海底或者是下面有什么东西，这是你的本能。这写什么啊？有柱子的地方哦。在台北捷运坐电扶梯的时候，站在左边，人家如果从后面冲上来说：“哎、欸，不能站左边啊！”然后你有没有把他推下去，或者是骂他，跟他说：“现在规定早就没有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”那么多陷阱啊！我发觉走了五关六关之后会有一种场景都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但就是换一个颜色。哇，好快哦，好快哦！耶，耶，最后一张喽！痛苦要结束了。纸是什么纸？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应该做到六张那么多，其实感觉都差不多，每个都蛮像的。
最重要的是，他的理念是说用这些东西来制造恐惧感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他的功力还没有这么厉害。整体的诡异感大概只有50分吧。但很奇怪的是说，他说没有怪物，但是会制造恐惧气氛。啊，我怎么都不觉得有恐惧气氛啊。并没有制造出恐惧来啊。真的就是一直走而已。还没做完。早就做完了好不好。好恐惧哦！多点这些东西不是很好吗？那个之前不是有看到那个恐怖的那种儿童节目吗？黏土恐怖节目。这些东西放在这个游戏里面来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我说真的，比如说放到某些场景，而且会动，这样超棒的。最后一站要走很久吗？10分钟。从一开始的那种新奇特殊感，走了6章之后。这个感觉已经疲乏了，不要再这样了，来点不一样的。对，开始腻了，一定的啊，他每一张都差不多，那一定腻的，怎么可能不腻啊？哪里啦？感觉好像又回到第一章了、啊，这游戏的大缺点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
回来了嘛。哦，走快点啊，这个主角。干嘛、啊？这游戏可是极度好评呢。我看到过关了没？是不是要结束了？要破关了没？哎、欸，这是活的、欸。游戏中唯一一个活的东西。它摆多一点会怎么样？太多会腻，这整个关卡完完全全都是复制贴上的，还嫌多吗？既然都已经多了，就让它直接多到爆炸不就好了？哦，另外一面呢、啊？这是西洋棋盘，无聊的装置艺术。什么都没有，对，跟这个游戏一样。我还差多少过关？5秒还是10秒？受不了了，好想关游戏哦。1秒都待不下去了，真的。我已经走腻了，非常的腻啊，每个关卡都一模一样啊。血管吗？
就算把眼睛闭起来走，你也不用担心任何事情，因为场景基本都一样，你怎么也不会错过。啊！这游戏在疯狂打哈欠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啊？这游戏？这个游戏很助眠呢、欸。我如果真的要上传这个东西上去，我就打非常助眠的恐怖游戏。一部影片可以让你睡十次。助眠用恐怖游戏。还差多少时间过关？快，20秒，2秒，手都快要废了，我都一直按着前进的键跟 Shift， 都快结束了，这还搞一个迷宫。往哪边走啊？直走啊？哦，前面是逃出点了，是不是？有人在等我了。来来来，啊、哦，好恐怖、哦！原来这些雕像是活的啦，这是之前卡在这边出不去的人啊。大家跟着我一起走了啦，可以回家啦。把摄影机放着，然后人走了。一个主角也是个雕像。走出去啊！这主角干嘛？啊？原来我在看文艺录影带哦。啊！这个好无聊哦。你们睡有没有睡一觉起来啊？这游戏。Steam上面讲是说恐怖的气氛啊为主之类的啦，冷静的恐怖探索游戏，行走环顾四周，聆听声音，引发对狭小空间黑暗迷路的恐惧。可是我玩完之后，我觉得我好想睡觉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自己认为他这六个关卡对不对？实际上。都是差不多的地方，然后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然后没有任何的刺激的点跟特异的点，这游戏完全就是助眠用游戏，非常助眠的恐怖游戏实况影片，我眼睛都快闭起来了，哇塞，先关掉这个了啦。